在这个寒意袭人的冬天，又怎少得一个暖粒粒的火锅？ Sky21 推出了几款亚太特色火锅。这一道泰式酸辣海鲜蟹煲，汤底由15种香料和3种泰国辣椒精心烹制而成，放入大肉蟹、各式时令海鲜和檬粉，边滚边食，蟹肉入口鲜甜美味，口感果然一流。必食的还有这一款日式美国顶级牛肉寿喜烧，为保证日式正宗的火锅口味，特别选用日本的三温糖作为火锅汤底材料，口味纯朴温和，将顶级牛肩肉放入去轻灼几秒，放入口肉味香浓持久，仲渗有丝丝的甜味。喜欢芝士的你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一款芝士火锅，它选用三种分别来自瑞士、法国的著名芝士，再加入车厘子、甜酒和葡萄酒，按照比例完美融合，无论是配搭面包粒还是烟熏火腿，点一点放入口，酒和芝士的味道互相抗衡，带出肉的香味。最后为你介绍这一款甜蜜蜜朱古力火锅，55%浓度的朱古力，不算太甜，但又毫无苦味。将新鲜生果放到锅里面转一圈，然后等外层的朱古力凝固，之后再一啖咬下去，外脆内软，这种甜蜜的感觉真是令人一试难忘。